还有很多事要做，你确定能处理吗？嗯，当然我可以。嗯，来吧。管理着国家大事就是我天生本分，虽然我有点假装也不算很大的事，让我来做管理，我准备亲爱的乐佩公主，请您看这里，这些都是您最恭顺的臣民。他不让我家的绵羊吃他的草地，他爱小提琴，骚扰我理发的心情。最近整个城市一般被猫咪们占据，吃光所有的美食。好了，牧羊的是大家都可以共用的题，送你这个让你耳朵能清清。我来定你规矩，从此在我的皇宫里要喂死所有猫咪。公平吗？大家排好队。他有统治者气质，能把那大区控制，但人民还不满意，那么就不给奖励。不管如何，这女孩很有意，他管你真心。那是最后一个了吗？哇，不是的，殿下，肯定不是。所有绵羊养在一起，谁都认不出。哎呀，我什么都听不进，静得一塌糊涂。抱歉。猫咪不再骚扰，但是老鼠变得猖狂，大街上到处乱跑。不再接近了。把事情搞走了，实在是丢人现眼。这是我唯一差事，可是我完全坏事。我是如此自信，我能管理，但我没有成绩。从来没有想过做好管理。